水果聊天室，记得记得，小玉，明天星期六嘛，我们约好了要去看舞台剧。对呀，我都记在笔记本上了，不会忘记的啊。那明天见啦，哈哈哈，好，再见再见。刚才呀、我是在跟小玉奶奶通电话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在讲什么？我们呢都约好了，每个星期六呢，就是我和小玉奶奶的好朋友日。好朋友日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啊，像明天我们就要约着去看戏呀、有的时候我们会约着去逛超市特卖呀、或者是上插花班呐、反正就是做很多有趣的事情就对了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还知道孩子们他们呢好朋友日都在做什么，我也都记在笔记本上来，我看看啊。星期一是琪琪瓦路会一起啊玩机器人，星期二领领小红会一起唱歌，星期三女孩日领领莎拉会玩下午茶游戏，星期四莎拉瓦路会一起跑步，星期五全部的小朋友约好会到我这吃点心。来我这边吃点心。星期五那不就是今天？我忘记了，对，明天星期六是跟小玉奶奶去看戏，那今天星期五他们来吃点心了，我去准备了啊。你们呢？你们呢可以把你和你的好朋友在好朋友日做什么事啊，可以写在我们底下留言，你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写啊，或者录影都可以哦。每一则留言奶奶我都会看哦。赶快留言啊，当然也别忘了准时收看我们的水果冰淇淋。